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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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讲的是《楞严经》的课程啊，讲的还是开经前言，讲到长光疏节节以一六这边啊，但是要看到这个讲义啊，今天的讲义从真性有为空啊开始，事实上这一句啊。真性有为空，缘生故如幻呢、啊。上一堂课已经讲过了，但是今天还是从头开始啊，跟大家再做一次复习啊。既然讲到内眼，那是讲到根本，行者念念之间，已然要在心中起那个大的根本的决定心，直下担当自己本来面目的这一念心中的赤诚。直下担当那个本来面目，就是在你每一个感觉上面，你都要体会那个最初的觉体，所以叫大佛顶。那个最初的觉体现前时，它能够为你成就一切觉，它能够为你成就一切觉的那个觉叫做大觉。所以大是无形的。那我们现在说，在一切的感觉之中，你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大觉，你才能够享受一切感觉。所以你这个大觉的本体，那个根本的信用，现前的种种作为当前，似乎好似它就能够起成种种的一切随缘的有为，也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感觉、一切感受，不管眼睛见色、耳朵闻声、六根六尘对应当前，甚至于包含你感受到这个世界，你感觉到你这个人生，还包含你觉得有自己、有我。那都是觉体大觉正在随缘时，你才会起成种种的我想，起成种种的世界，每天二六时中不同的观感。所以他在那个起成的种种有为当前，你仔细思维，这个大觉可曾是哪一个有为？你会发现，你当你明白这个大觉必定能够随缘起成一切有为时，你应该在你这一句话的当下，你应该就能够体会，它必定能成就一切有为处，就是它根本不堕一法，不堕任何有为时。那是你明白那个真根本的性空哎。所以呢，我一直讲那个空字，中国字讲空字多好。中国字那个空字没有离开一个工，工作的工，它能够随缘起成种种工，起成种种坐相，坐相就叫有为。但你要明白，这是汉传佛教的最深的逻辑。你要明白，能起成一切坐相、一切有为的，就是不堕一切有为的根本性空，叫真性有为空。所以你当你明白这个根本性空时，若是你在这个性空的道理上面你解释正确，你当你站在这个性空这二字的之前，你是面对一切妙有的，你绝对不会离开一切万有，也再也不是一般凡夫之见或是外道之见以为离开现在的万有有一个性空，而是你从来没有去观想你为什么能够体会万有，你为什么能够明白享受一切万有。当你能够体会万有，享受万有处，它就不是躲在任何一有之中的任何妄想执着，你才能够享受得了的。虽然我们的凡夫啊，在每一个感受当前我们都叫做沉沦，都叫做执着，但是人是做不了主的。你在那么大的执着的业感当前，你的决心还是什么？还是随着你这个执着的万有，因为连这个执着都在万有中，连这个执着的万有它都是不断的在变化中，
你都会发现，你觉得我在执着这么样业感的身后，这个身后的感觉，它都是刹那刹那生灭，你才会有这么样的浓浓的感受，以为的执着。那既然是刹那刹那的生灭，你才会有浓浓的感觉，以为的执着。所以你现在的执着也是什么？根本不住。你现在连你自己感觉那个业力执着，它也不根本不住啊。他若是有住，真正有住，驻着在某一种感受上，住就是什么意思？叫定格。定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感觉。你为什么会感觉那么鲜明？是因为你所有的一切感受，它都是刹那刹那在生灭。每一个生灭当前，它都会为你增添增补一分你心中以为真实有的这种妄想执着。所以正一念觉性，在正一念根本的觉体的星空，在你根本本来面目当前，它也从来没有辜负过你。所以这句楞严经中啊，这个偈子里面就告诉你，真性有为空，是要告诉行者，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行者已然什么，已然归家时，他面对的那个下手处，面对的心中的知见，已然他再也不是一般凡夫的那种搅扰，他是直下发决定心，就在自己根本本来面目上面直下承担。你要在自己本来面目上，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真性有为空。那个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吗？所以这个真性真在哪里说？真一定是对假而言的。对什么假？眼前这一切所有的一切众生的感受，就你现在的你能够感受到，你能够在你心目之前能够指出的那种感受，那都是假缘而起的。你会发现你这一生之中，你眼前面对都是假缘吗？这个假缘之中，你不必去指真的，没有一个真可以令你能指出指，令你拿指头能够指得到，或让你拿心中你能够觉得到有个真性。你但要明白现前的一切假缘处，你能明白假缘的就不会是假嘛。要是真的是假，你根本就不知道假，你是哪个假？你是哪个假？假。它一定是一种相而已，叫做假。你要说它说假，它都不是一种相，那不是一种相就是念念不住，念念不住又是什么？什么叫做假？假如假是一种相，你抓了这种相，那有其他的你就不知道了吗？你只能假如是缘，其他的你就不能够成为一切假了吗？所以当你明白真正的假时，你就是明白真性时。所以也就是说，你明白这个真性时，你就担当一切假缘所有一切有为处嘛，不是吗？但是在这个上面，你会堕在任何的种种造作吗？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可能堕。而且这个道理不是说抓着你心体众生业感心体之外有一个道理叫你明白，而是你天天都是你本来面目，你天天在用的，你却不肯向他去认，你妄认假缘。事实上，妄认假缘时，你这个根本大觉心体的真性也从来没有堕过任何一假，因为你不肯认他故，你在妄认假缘之中，只能随假流浪六道而已，起成种种幻想，起成种种业感。所以这叫真性有为空，但你担当这个真性时，它必定能圆假当前。这个性呢，所以它叫圆身故如幻。为什么叫圆身故如幻？刚刚跟你讲说，在一切假缘当前，可有一念真正叫做性真的东西在你面前，可以令你止尘，令你出止，令你执着的，没有吧？那你觉得这个真在哪里？就在圆假上啊。你觉得这个身就在圆假体上，所以叫做圆身。圆身当前不单是假圆，圆身当前也是真性现前处。所以真性现前处在哪里？圆身。圆身现前处呢？假圆
就类似我讲的镜体一样，镜体根本无形无色，它不是玻璃，不是铜片。你只要在玻璃或者是铜片或者是水面上面，它的光明的表面能够倒映出种种物象的时候，叫玻璃镜，叫铜镜，叫水镜。那没有倒映出如是物象来，物象来时，你不能说你看到镜子吧？那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个镜色处才是真正镜子现前时啊。那镜子现前时就是随缘的镜色处，不是吗？当你明白镜子时，你都是这样子面对的。所以也就是说，你将来明白觉体时，你看得到觉体时就在哪里？就在你现前每一个起心动念，你过去以为叫做业感，你过去以为叫做烦恼的任何造作里。所以在这个原生之中，你当然会体会到，它原生时你明白那个真。那你明白那个真都是从什么？都从假缘之中才能立真的。所以事实上，于真于假，你根本都是什么？都是于这种原生变化、种种变化之中，你才能够体会的，你才能够真正体会的。所以叫做幻。幻的表示说，不但是原生是幻，连你在原生当前，你真的体会有一个真，那一念也幻。为什么说那一念也幻？过去我们听这种语言的时候，你老是会觉得法师、师父，你讲那一念都幻，难道没有真心的吗？是因为你们与真心啊，过去思维念念不熟的关系，所以在这种语言上面，你老是会起成如是的疑惑。你将来真正知道是真心时，你还要需要有一个念头告诉你那是真心吗？意思就是，你将来真正，譬如你真正知道是镜体时，你还需要在镜色的变化当前，你还需要有个声音告诉你，这叫做真镜体吗？心熟的时候，你根本连这个声音都不会。人家问你说，在镜色之前，你为什么不被它流转？你说那是镜子而已吗？那是你，人家就问你，再问你，那镜子是你是现前看到镜色之时，真正还有一个镜子在你眼前。你告诉他，连这个镜子都是幻了，都是虚妄。连有镜子在眼前不在眼前佛这一句话都叫虚妄，根本多余。那是心熟，明白时，就是如此啊。叫原生故如幻，所以前面这个两句一定要你们大家懂。你要不懂的话，后面的句子你根本听不出来了。你要是根本不明白后面的句子，你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你要不知道如何下手，整部《大佛顶首楞严经》对你来讲任何帮助都没有。所以大佛顶就是让你在每一个感受当前，你要知道那个根本就是大觉的根本的最初的面目，最初叫做顶。所以这个顶子是什么？这个顶它当下就顶着一切缘起现前，那一切缘起的顶上就是这个大佛顶。但是你会看得到这个顶吗？看不到，因为觉心现前处就是缘起。那事实上觉心现前处的缘起都是要依大佛顶那个根本的最初的投手流出的感觉。我说那个顶就是最初的那个投手相、头目相。但是现前就是感觉，你能在感觉上面去体会大佛顶吗？去找得到大佛顶吗？当然感觉不到，当然找不到啊。所以这个大佛顶是什么？就是在你一切缘起，你过去觉得逐末的变化里面，你能够明白，那就是觉体的最初，你供养的就是大佛顶。所以，诸佛三十二相里面，有一个叫做不见顶相。你能看到佛顶吗？那你看不到的佛顶，却要你念念知道大佛顶。这才叫难行能行，这才叫密恨。所以为什么《大佛顶首楞严经》
编在密胶密布里，这是真密痕。这你心中真正明白道理时，你心中才能够体会的下手处。你不要小看这个道理，你道理真的通时，你就是行者了，你就不是凡夫了。你之所以现在一直流转在六道，流转在人间，流转在世间的感受上，你自以为执着，以为你我们是人生这种感受，是因为你现在的思想模式已经套牢在这里。你抓着如是的思想，以为是真实，所以你被这种思想套牢而已。但是一般凡夫都知道啊，将来突然换一个环境，换一个不同的因缘时，突然思想改变，他就不会觉得现前所有的一切过去以为的执着是真的，他就会突然放下过去的所有的一切个性习气，甚至于加上执着。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啊。所以我们被人间的这种感受一直套牢的，你就以为人间是真的。将来你要是真正念念之间都是这个圣教料，都是在这个圣意上面不断的熏习，那现前你还是在人间呢，你没有离开人间，但是你再看人间呢，哪个不是你下手成就菩提道的道场，那叫菩提道场。为什么叫做菩提道场？因为放眼望去，你都知道都是觉心。不但知道是觉心，你还会知道什么觉心故变化如是相，什么觉心改变故如是相改变。所以世界对你来讲，那完全是假缘。心中的变化，那才是真正的真。只是一般的凡夫，虽然活在凡情中啊。但事实上潜在意识里面，纵然他不认了，潜在意识里面他对这种道理还是什么，还是在潜意识里面还是默许的。为什么说他默许的？我一般的凡夫啊，业力在身的，或者是喜欢看风水啦，喜欢用种种世间的观感改变一些运气的人，请问你为什么会去寄托风水？请问你为什么以为运气能改？因为你知道相改，心改相改。假如你要是认为世界是真正是真，那你就不必去看风水了，你也改不了，不是吗？所以你潜在意识也知道相心改相改，只是过去在这些真正的过去，在民间呢，虽然不叫做发毕竟心的大修行人，但是他还是真正。在世间法中懂得一些道理的人，他跟现在的一般看风水就不太一样。过去看风水是真正要知道你怎么样变化心性，调和心性，现在看风水是假借器物不断的迷惑，甚至于加深你在世间的那种念头的妄执，比如说求财了，求什么了，你根本都是世间的妄执，然后以为你摆一样什么东西，放一些什么器物，你就真正会有以为有变化。这个要是没有变化还好，要是有变化，若真有变化，你真正变得求财能求得到，那叫中邪。为什么叫中邪？刚刚不讲说心改像世界改吗？你就是因为邪心太炽盛，妄想将来也会成就的。你真正拿了一个东西，那个邪心会逼迫这个东西真正以让你以为有所利益能得，但是每一次得到那个利益之时，就增添一份世间的妄执跟业感，所以你得到的不是世间的财富，你得到的是败坏心性的邪心。财富是昙花一现的，随来随去，就算你抓得到，你今生不见得能花得到，但是花不到的东西，你却让你真正能破坏得到你，它让你真正能够流转得到。所以那个时候你才知道缘生故如幻。好，再往下讲，今天的真正要讲的无为无起灭。所以你真正要明白这个道理时，你是站在哪里看呢？就是站在根本觉体上的真性上说的。觉体上的真性上说，
你当然会在这一切有作、一切有为当前，你会知道那根本无为。所以在这个有为当前，你会知道根本无为，这就是汉传佛法、汉教之中大乘佛法的最深的逻辑。有为当前，为什么叫无为？这个可能过去在一般凡夫里面，这种逻辑根本不会通的。有为为什么叫无为？那佛门之中是告诉你万法唯心，当前就要明白如是，这一念大觉心体啊。所以这一念大觉心体正有为时，你是哪一个有？你要争夺哪一个有，你就根本没有有为了。有是不知道有的，你知道吗？你能明白有为处，有也绝对不会是一有嘛。要是一有，你也不会知道有。比如我只知道黑，我不知道白，那你还有什么？你只知道黑，你不知道白，你根本连黑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咸，就像楞严经讲的，鱼啊游在海中，你只知道咸，你根本不知道淡，你根本不知道淡，也不知道其他的味道，所以连咸你也不会知道。那怎么叫有为呢？所以真正的大有为是在哪里？在大有为中，是因为那个大觉心体根本就是一体大觉的根本，它根本不堕在任何有上的种种担当，不堕在任何有上的担当，那叫无为。镜子照色之时，镜子可曾是青，可曾是黄，可曾是黑，可曾是白。镜子从来不是青黄赤白，可是它却会为你呈现一切青黄赤白。假如镜子已然是青黄赤白，那它就根本不能为你呈现了。已然是青黄赤白，它只能取一相。那时候我四相都在，青黄赤白我这样相都具足。那个什么叫具足？众生认为的具足，那叫做什么？那叫杂色。具足就是一起现前啊。青现前的时候，黄赤白也要出来；黄现前的时候，青赤白也要现前。那叫做杂，你哪是青黄赤白？你能一个一个现前的，就表示你就不是那一个一个你以为现前的那些妄执吗？同样呢，你的烦恼、你的念头，能一个一个在二六识中不断的浮现的，请问，你到底是哪一个念头？所以将来你若是明白时啊，你当下才知道什么叫做解脱烦恼。不是真有一个烦恼能令你解脱，而是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时，烦恼自然而脱，你根本就不堕在那个烦恼中，那才叫真解脱，那才叫真佛法，那就是大觉心体的作用。所以无为无起灭，哪有起灭？觉心正在起时，觉心随缘叫起；觉正在起时，跟觉正在灭时都是觉。若是有起有灭，起是根本不知道灭，灭也不会知道起；起不知道灭，他就不知道起；灭不知道起，他也不知道灭。灭就恒灭，他怎么会知道灭？起若是恒起。恒起他就不知道起，他永远在那里，从来没灭过，他的什么叫做起？所以真能起灭的根本不堕起灭。所以那个意思就是告诉行者，念念之间再也不同一般凡夫外道老是抓着离心以外的物相，在那边不断的参言到底有没有起有没有灭，有没有生有没有灭，或者是一直抓着外在的感觉，想要在这些生生灭灭当前求得那一念可求得那一念可怜的依靠。那一念可怜的依靠，你用不要用佛法中讲吗？用心理学你就知道吗？那一念可怜的依靠，你别求还好，你越是求，真正有一天你真正以为能够抓得到一点那种依靠，那叫做什么？那叫做更堕一分凡夫业力，叫自堕凡夫，自堕众生相。
小孩子抓着大人的手才会觉得安全，他抓一次的就麻痹一次啊，那叫做可怜。所以佛门之中讲的去到西方，正如是无量寿无量光，是真真正正念觉体啊。你明白那一念无量寿无量光时，原来自性自性之中本来就是这一念觉体上本来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时，你明白这个道理，不是说你当下就证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才会知道，既然我根本自性之中本来具足，那为什么弟子还是甘心流转在现前种种一切念头起初之时，根本不认自己觉体，纵然想要发心去认，但现在一直感觉不到如何下手。为什么？因为心不熟。所以那个时候他才会什么？他才会至诚恳切念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因为他明白决心嘛。你刻意要找到一个下手的方法，那都叫妄见。你要是心里面念念，因为叫做觉，你念念之间心中念念都在如是的名字如是的相中去不断熏习时，将来你在这个名相当前，你若是念念赤诚恳切与他相交与他交光，直至心熟之时，如是甚信或是如是智慧的道理自然就会活在你心中，因为你明白决心就是如此，所以你当然愿意好好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当你正在好好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时，你还是过去那种凡夫那种可怜卑微的解释吗？怎么卑微你知道吗？说阿弥陀佛要救你，要看你让不让他救，对吧？你要让他救，那一切因缘就圆成就具足。这种声音啊，从来不是古德教授，都是现在人的可悲。所以到最后自己都会怀疑啊，讲净土的自己都会怀疑啊。所以阿弥陀佛到了西方就是基督耶稣嘛，基督耶稣到了印度就是释迦牟尼，不然就是阿弥陀佛，他都会怀疑，差不多嘛。所以他都会怀疑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真神嘛。就光讲这句话就知道你还在追逐依赖一个真神。佛门之中什么时候告诉你是在这种思维的角度上面说所谓的往生西方，是在这种角度上面说所谓的修行精进？你明白如是道理时，你当然好要念阿弥陀佛，你不但好要念阿弥陀佛，你根本相信将来一定往生。为什么？本来具足嘛。就像真正发心要读书的人，将来他相信我一定能够成就一切学问，一定往生，不是狂妄啊，也不是委屈啊，是因为他心中已然明明白白，学心明了，学习心态那个安步的非常明了，那是赤诚恳切的告诉自己一定往生。那种一定往生，他绝对不会什么，不会去放逸现在的每一步每一个渐次应该有的行持，应该有的熏习，应该有的不断在心性之中不断的磨砺熏习的，使其念念成熟的这种方法。因为他已经知道用觉了，觉性就是如此，他最再也不是那种狂妄哎，我一定往生，我念佛一定往生，那一定往生结果后面讲出来都是世间委屈的那种依赖，不然就是什么卑劣卑微的，我相信了，我念佛，因为我只能这样子相信啊，不然我怎么办？不然活着怎么办？就是一般的凡夫都有这种念头，不然活着怎么办？我不相信了怎么办？到了死了怎么办？所以我只好相信啊，我一定往生，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一定接我，我一定会往生，这叫可怜。然后说你真的会觉得你一定往生吗？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不这样想怎么办？所以那不是啊，
大教有亏负于一切众生，而是当今经人教授啊，那是在毁害毁败大教，念念毁败大教。所以你当你要是真正懂得觉体中的道理，真正是发菩提心人，你会相信你不往生吗？你念念心中，若是念念在感觉当前，你再也不是过去凡夫在感觉末梢的沉闷身后了，你都在这个过去沉闷身后当下，你已经体会到有一个能觉根本能够起真种种感受的这一念本来清净的心体，你久而久之啊，你就会住在这一念清净看一切感觉，就类似我常讲的镜子的譬喻，你会住在镜体看镜色，住在镜体看镜色有什么功德？住在镜体看镜色，能任其千变万化，也不受任何势力影响。可是你住在镜色了，我保证你忘记镜体。其实镜色跟镜体就在那一点上，就在那一点上，你用错心了，就成流转。那就成流转。所以既然你是住在那一念清净中，就这一念清净分九品，你明白那个清净的多少分九品，直证直了佛缘，直了佛体，上品上身，直见阿弥陀。你虽然是下品下身，你也要知道原来有一个根本能够无量寿无量光的心，你要明白这念道体，这念道理你才能够去得了西方，那叫什么？你心里面念念就在如是根本清净的如是莲池之中，念念滋生，念念长养，那才叫什么？那才叫做脱胎莲胞。你那一念心种是脱在那个根本清净的莲胞之中，虽然未开，为什么叫未开？智慧未开，但是你的心种已然都在莲胞，叫莲胞脱体。那是真是真事实，但知真事实不是现在众生那个想法，我将来投胎是在一个莲花池的一个莲包里面，你怎么不住在菱角里面？所以佛门之中讲的一切圣境圣相，不是虚人的，不是虚狂，但你要不正不从心性之中念念批驳解释啊，全堕众生流转。所以我讲啊，若是真是那一句佛号是你要相信他能救你，他就来救你，你要非要信才行，那阿弥陀佛就不慈悲了。佛有大力，他可以叫你信啊。那你说佛有几多少不能，我不信他就不能救我，那原来是要你信你才能够去西方，到底是你度你还是佛度你？因为在你在佛，你永远都是什么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这种感觉，所以他就会来问你到底是佛度你还是你度你。所以用到这种感受都叫妄见了，谁度谁，谁有谁度，谁有谁可度。你明白那个决心，你念念之间你就不是现在的人想，你念念之间能看到任何人中的感觉，但你还是那个人想吗？不是，你是站在哪里？你是站在觉体中看人，那叫佛之见地，那叫西方，那就是金刚般若波罗经的偈子，顿忘人法解真空。顿忘人法不是你不知道人，而是你永远站在觉体上看一切相，类似我刚刚讲的，你可以站在镜体上看镜色的变化，你不知道那个变化吗？黑有黑的相，白有白的相，有它的相，有它的相，有它的气势，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站在镜体上你可以道尽一切变化，但你要站在镜色上呢，你只能随其沉沦。你抓的一个变化时，那个变化就在变了，既然抓的一个变化，那个变化在那变，你还来不及知道你下面就已经在变了，你怎么会知道变化？就差在差在这里。所以你要知道那根本无为无起面，所以无为无起面不是让你在文字上面去解释，也不是在世间任何器物观感之中去在外面寻觅的，
你是真正只想要担当那个觉体啊，那个大佛顶，那个守楞严的智慧，根本呢、啊，真正守楞严三昧的智慧。你明白那个大佛顶，所以你就能够在一切万法之中，你永远不会辱没如是投手，那叫守。所以《楞严经》的楞字叫一个目立四方，写个目，写个四方，所以他才能够遍身一切四方，启程四方思维，然后安布一切万法，叫做楞严。严者安布矣，所以你才能够入守楞严呢。你念念在如是感、如是的清净上，看到你念头不断的变化，你就再也不是躲在念头之中的势力，这叫楞严大定。所以这个楞严大定不同一切世间认为的那个妄想以为的什么定境。世间的妄想定境总是要什么灰身，他还做不到灰身灭智了，他还做不到灰身灭智啊！你不要看到是外道，就灰身就把这个身体的形态都忘掉，你永远做不到的。那个虽然是外道，但还是什么？还是真正用心呢、啊？用到极处，你才有办法灰身灭智。灰就是火成灰的灰，身体的身，灰身灭掉智慧。那不是那种灰身灭智的，过去以为的那种作用了，灰身灭智都不是了，何况还是现在以为的冥想。我想个清净，我想个什么啊？打坐一下好轻松哦。我打坐一下，哇，心有太虚。我打坐一下，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啊，真的心身心都清净。你讲一次，你就中魔一次，走火入魔。因为你下手处就错了嘛，所以下坐当下你就变成执着。你下手处要是明白，就是这个觉体是大佛顶，是守楞严，觉的感觉的是谁，你还会抓着感觉你说你如何如何吗？所以感觉是你过去的习性，它会在你眼前不断的变，以为好像心包太虚，以为好像心游太虚，以为好像心中得到清净，但念念之间都知道那不过都是业力的翻搅沉淀而已，根本不堕。为什么不堕？因为你明白你在觉体上参。什么叫觉体上参？能觉的是谁？这就是宗门汉传佛教宗门祖师的根本最慈悲的直下见性的法门，那是要你念念见性啊。所以这一句话直下见性的法门要是明白时，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都不会辜负啊。所以叫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为什么不辜负？因为你就在念这句阿弥陀佛时，你念念看的都是一切感觉的变化，但是念的是这句佛，所以你当然不能够辱没了你念所念的佛，所以你就会在如是佛名之中看的这些变化。因为能现如是变化的叫无量光，弟子怎么还会堕在任何念头中去了？什么有趣没趣，能往生不能往生，佛来不来接，佛不来接或来接，或者是我要相信佛就来接，这件念头谁在觉得？觉得的是谁？你若是还是习惯抓着念头的末梢说种种感觉，你根本去不了西方，你还是同样业力，就是众生业力。所以佛门中的修行怎么是现在一般外道的之间呢？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时，你是真正站在如是根本自觉心性上，自觉圣智上，在如是根本本来的圣性上面体会的。所以你要真正在上面体会时，你就可以看下面那一句了，不识如空华。所以为什么不识？刚刚跟人讲与有为无为你都不会忘力，但是它会起成有为无为，你的觉性会让你感觉有一个有为有一个无为吗？但你明白是觉性时，你会堕在这个两个感受上吗？都不会。因为无为是因为有为力的，
为什么无为？是因为有为力，因为在一切有为时时，你才能够明白它非一切有的以无为。因为在这个非一切有的无为之中，你才能够启程一切有为的变化。就类似我常讲的那个譬喻啊，有的人他讲镜子的道理，他好像讲出一点道理。镜子眼前是金色，所以在金色当前，你仔细思维，有一个从来非色的镜体，对吧？好像能够讲得出来。大部分的人呢，尤其是外道也能讲到这里，对吧？有一个非色的镜体，但大部分人以为你知道这个非色的镜体，你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明白道理了。就抓着这个，就叫做以为，那就叫善知识了。这是最初最粗糙的，心中最最初的思维啊。你不知道，你在一切金色后面，你在金色当前，不要讲后面，金色现前处有一个从来非金色的镜体吗？你不知道那个是那个非金色的镜体从哪里感觉的？就是眼前的一切金色。所以假如你在净色之前有个非净色的净体，你要去认那个非净色的净体，你的决心要大，断免。你怎么认非净色的净体？你怎么去认一个非种种感觉的觉体？你怎么认？不是感觉的觉体，觉体不就断灭了吗？然后你根本那个非种种感觉的非种种净色的净体，其实就是依你现在一切变化的净色力的。你还是抓着这一念，以为心中有所得，你造的那个业力跟你过去堕在净色同等业力。过去造堕在净色，那叫凡夫。凡夫堕在净色里时，虽然叫同等业力，可是将来遇到善知识，碰到别人告诉他说：“哎，这是大烦恼，你要懂得要处理。”他还懂得处理。后面那个以为他处理了净色，他以为有所得，他以为叫修行，以后叫什么？以后叫大妄语，断灭道心。以后别人告诉他连这一个桌子都不对，他都不会信，永远沉沦。那就是永远沉沦了。但就在净色的解释里面，你真正明白净体时呢，你会知道之所以能造色净体，因为它非种种色，所以造色当前一定有个非种种色的清明，非种种色的清明现前处就是造色。所以你不是在净色后面感觉有个净体，你不是在非种种色的净体后面再说一个造色，你是根本知道那根本就一体圆融，所以你明白那个净体是不落前面种种言说文言的，那叫断四句绝百非，离四句啊绝百非，不是在这种言语文言之中的文言文章言语，不堕任何文言，叫言语道断。但是起初你不知道，就那种那两种相吗？清楚啊。所以起初那两种相，你会堕在那上面吗？不会啊。所以叫不实啊。他根本不堕叫不实啊。他才能够真正为你如实现嘛。因为如实现中，你根本不会堕在前面找一个实与不实嘛。那叫不实。所以如空华。因为这一念心中本来就是浩瀚，本来就是无所作，所以它能够成就所作，所以在这个作用上面你都能够明白空华的道理。空华的道理，所以先不要讲空华，你讲空中华好像是妄见，不谈这个是不是妄见，而且你要知道空中这些华，我以前在讲圆觉经的时候讲过，讲到空华时啊，中国这个祖师写空华，多半都讲那个中华的华，空花，像这次在讲空花，但华字有多义，华字的意思比较多啊。空花就是你捏目以后乱象，感觉到空中有种种花象现，但空华不但是花象现，还有什么空中的光影。华光光影也是华相，
那你永远要记住啊，那这些物象都要怎么依空才能建立？依空建立，你不要老是抓着物，是要你明白心。明白心，你会发现任何念头不需要你那一念，从来非种种相中的根本，心中的虚灵中，你才能够建立种种感觉的吗？不都是要依那一念空中建立的吗？所以空中建立时，似乎有空有花，有空有有有有，但是你会堕在空中说空，有中说有吗？你会堕在空中看有，有中看空吗？你要堕在有中看空，有跟空是二法，你都堕在空中说有，那空跟有，你看在你潜意识里面，搞不好还是二。明白决心的人，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就明白净体的人，即色即净，即净即色。你还在那边起身种种妄想吗？当然，过去心不熟时会有这些我心中的搅扰。我出家26、27年，我也是要磨，一直磨到26、27年以后，才能慢慢懂一些道理的。不是说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马上你就用得上了。你要慢慢不断，你懂的那个道理，那是方向，那是目标，所以那叫听闻。最终听闻之中，你已经相信那个道理了，可是心还未熟。或许你们要问：本来觉体，何必还堕在熟不熟呢？本来觉体就不会堕在熟不熟，可是你现在是大觉吗？因为你都是抓着凡情在量觉体的，你就受熟不熟的种种法术吗？你既然受熟不熟的法术，你就依熟不熟而归家，必然。将来你熟是熟在哪里？熟我刚刚也讲了，也不是像一般凡夫真有一法这样子训练心中熟的吗？你熟是熟在我连觉得熟与不熟都是妄想，弟子怎么还会堕在熟跟不熟上面？心中一直不断起嗔，心里面觉得好遥远哦，很唏嘘哦。我才告诉自己，我觉得虚虚，觉得唏嘘，觉得遥远，都是觉，我就是念念这样子熟的嘛。我这样子念念的熟，所以将来真正熟时，他就不会再堕念念。所以他的熟不是像一般外道，还真有一个依法可做、可行持，叫做熟。他是念念在现前，熟与不熟，他都明白是觉，根本不依现在任何依法。那叫慢慢心熟。心熟就是嘛，将来心熟时啊，你自己起的念头你都不迷啊。自己起的念头不迷啊，或许这样子讲，大家因为抓的念头太深，终身业力业感太深沉，你不知道自己起的念头不迷有多大的利益。生老病死都在念头里啊。你的念头不迷啊，你自己躺下去将死之时，你都不受它恐怖啊。恐怖现前你都不受它恐怖，因为什么？因为恐怖是念头，因为你永远在念头上面知道觉得念头的是谁。当你不受它恐怖时，你当然就会离开这个恐怖，知道还有一些不恐怖的境界吗？这叫心理学了。你过去受他恐怖时，你当然就受生死恐怖，你只知道要死的恐怖，所以你就受如是死中的恐怖，你只知道如是恐怖，其他你就不会知道。为什么？心理学就是如此。假如你不受时，你当然就知道除了如是恐怖还有其他的你能够感觉得到的不恐怖的境界。那这个人叫做什么？这个人就超越生死了。不要说他真正见性啊，明心见性超越生死，他能够懂得这一念智慧，他在最初的心中的担当就超越自己的生死。他不但能够超越现在的生死，他也知道他将来要去哪里了。所以你一定知道你要去哪里。那为什么大部分人不知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这一生中
你念念之间只能被念头啊束缚的，从来不知道决心的。既然是被念头束缚，最后死念现前时，你也是随它流转，一定要到死这个念头都灭尽了以后，你才会找到透一点气，看到你要去哪里。可是你那个透气你要去哪里时，你还是抓着念头，所以你那叫不自在，那叫中阴的不自在，那叫可怜。但是你在这个有生之年，你体会不出一点决心的作用，所以佛门告诉你，这一件心你天天在用啊，你为什么不认呢？你每天感觉到多彩多姿、千变万化，觉得生气盎然。之所以让你觉得生气盎然、多彩多姿，是因为你根本的决心非种种法、非种种相，你才能起身变化的。要是没有决心，你会有感觉吗？所以肯定一定要有决心才有感觉啊，感觉自己不知道觉的，要决心才赋予它种种感中有它的生命，叫做觉。所以有它的生命叫做觉，才叫感觉啊。所以你真正的面目是决心吗？是大觉吗？所以这一生中你都用啊，都在啊，你不认啊，你从来没有失去过。你要失去过了，你怎么会觉得生命之中不断的变化呢？就连你觉得这个我字，我，你真的有个我可以捉吗？那我都在刹那刹那变，细胞都在刹那刹那生灭变化，每一寸细胞每一个维系处都在变，你的容颜都在刹那刹那变。只是众生心粗啊，你总要十年以后才会感到一个改变。事实上这十年的改变都是刹那刹那在变化。刹那刹那变化是什么意思？你觉得那个我他从来没有停留过一刹那，那个我可得。所以讲到我如浮云呢，你伸手抓他根本抓不到，你感觉有我你也抓不到过一刹那。可是根本抓不到一刹那中，你却让你在种种我中一直觉得有我。所以你之所以让你觉得有真实有我的存在，它都是要依什么？依那一念从来不住种种我的心中的根本清明，才会让你念念之间才有那种种种我的鲜活、种种变化的生命的盎然，那种感觉的盎然。所以你亏不亏吗？你明明那种一直坐持的我执的盎然，是因为那种根本觉体之中从来非种种我不断的变化你才有的，你却只能抓着变化后面的我执而忘记你的根本，你说你亏不亏？那当然亏大了。而你抓又不是真的有东西可抓，你也抓不到。所以这一生亏大了。所以连一个我字啊，连个我都没有形没有状，就像镜子一样，你是哪个形哪个状？你真的是那个形吗？这两天我生病喉咙那么糟，你看啊，我要再重一点就脱形了，对吧？你是哪个形啊？要突然有一天我很得意，身体充满了那气血充足，你看那个形字又跟过去又不一样，你哪个形？你要是定型你就不会变的，不会变你就连我的感觉都没有必要，不像木头一样都不变。连我这个字都无形无状，你是哪个我？所以你才知道人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呢，你还抓着现前的我执有多可怜。你眼前根本抓不住的我执啊，你天天都刹那在变化，你却妄持我执，然后障碍将来往生了。障碍将来往生什么意思？你抓着我执啊，就受生死。你明白那个明白我的是谁？我都是无形无色。你将来会念念之间，在这一念根本清楚的大觉体上明白种种我。同样的，因为你为什么能明白种种我，是因为你明白能明白种种我的那个我，它不是哪一种我能够衡量的，那个叫大我，那个就是大乘佛法讲的常乐我净的我，那叫大我。大我非形非相，
你不可以拿形来形他，你不可以拿相来相他，叫非心。所以你活在大我之中，一样明白种种我；你活在小我之中，你说有我的感觉，都已经叫委屈了，叫可怜了。你事实上那叫当局者迷啊！你以为有我的感觉，你事实上早就暧昧了我的感觉了。你不过只是一直随着妄想、业感执着而已。所以这一念心叫什么？那一念心明白时，你念念之间明白一切感受，那叫身。那真正叫做身，所以自古以来叫大德曰身，就是性德，大的德。大刚刚讲是无形无状的，这个大的德能包容一切法的，这个大的德才叫身。所以你这一念身，这个根本的身，现前时仿佛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啊，都不离这一念身。所以世间为什么能现生现灭，是因为你这一念身能够生生生灭，也就是这一念决心能够觉生觉灭。要是真正是灭，只是灭，你谁知道灭？知道灭的就不是灭嘛。所以那个叫做生，那叫做生生不息啊。你念念之间站在如是觉体上，绝对不随妄念之中的妄想的生灭，刚刚讲不实如空华，这种感受随它流转，这叫往生，去向性德，真往生意。你将来就在这个性德之中看得到的，都是你的世界，眼睛见色，耳朵闻声，哪个不是菩提道场？你将来才真正知道极乐在何处。所以你要是明白极乐，你会相信你去不了吗？你只会说你不用功不去，你不会相信你去不了，你只会自己觉得惭愧，我怎么还这么放逸，我还在流转。你绝对不会说到底阿弥陀佛来不来接我，可不可怜。那就太可怜了嘛。于是乎就有人解释，我们要有信心，绝对要相信阿弥陀佛大慈悲，他一定来接你，对吧？他一定来接你。哦，大家阿弥陀佛，谢谢法师开示，我们要相信弥陀一来接我。你不觉得好笑吗？阿弥陀佛要大慈悲，现在干嘛整你？现在干嘛整你？所以你又是众生之间这样子讲弥陀叫谤佛。你要真正知道那个弥陀，真正知道那个心性的根本觉体，你就知道念一句弥陀中间的大慈悲，你念一句弥陀它就接引一次心性，那叫真接引法。那个心性的不断的潜移默化是真接引啊。众生讲的那个接引叫接引吗？我拿着大手牵小手，那叫接引吗？我把一个烦恼的人，我牵着他到天国去，他活在烦恼的那个意识里面，他也不会知道那叫天国。他不但不知道是天国，我讲的是众生语言，我用众生语言来破众生语言。他不但不知道是天国，他反而用自己的烦恼的意识看天国，他反而败坏了天国的感觉。他还会认为天国怎么那么愁闷愁苦嘞？对吧？谁说天国愁苦？是你愁苦好不好？所以那种怎么可能叫接引呢？那种接得去吗？但是你明白觉体了，你真明白无量寿无量光了，你会不相信如是接引法门吗？你才真正明白接引法门，不但是真正知道这个圣性的接引潜移默化，你将来随眼望去，放眼望去，哪个不是接引？看到大山，大山就在接引你；看见大水，大水就在接引你。为什么叫接引？以觉应觉就叫接引。那是觉体的大名，那叫真报佛恩呢，真念佛人。所以真懂得道理的人，你会不念佛吗？因为真懂得道理了，这道理又不是说你这样的懂了以后你马上证的啊，你懂了道理，你总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更熟啊，
怎么熟？熟是用自己的意念不断在这边翻搅，在那边营造，在那边捏造，在那边罗织吗？当然不是嘛。你要是真懂得道理的人，你也不会允许你这么马虎这样的自己在这边捏造嘛，感觉捏造思维嘛，那种捏造思维只会走火入魔。所以真明白的人，就好像小孩子读书，真明白的人他就会什么，他会用尽方便，他懂得如是念念，用正法来熏习，或者是心中要有向圣向贤的名目，或者心中要念念要立前人的榜样。为什么他会立这些方便？因为他就知道这些方便就是接引他心里面念念与如是法相应，念念与如是法契合嘛。将来你真正心中若成熟时，你真契合时，法水自然相接，那个就不是捏造出来的。你走进大山，那是因为你身心投入，你能体会到山水的一点意境，你就能够解释得出来山水的道理。你走进大山，你根本不亲近大山，心中从来不想亲近大山，只是想在那边捏造大山的道理啊，大山是怎么样，大山是怎么样。你这种心中的作用，只会让你越来越远离大山。将来啊，就算真正把你身体放在大山里面，你也跟山永远不相识。你过去谤法故，过去啊，在妄说未证言证呢，如是谤法故。所以今天才会有很多人坐在大山呢、啊。可是住在大山之中，心中却没有半点大山的气质。过去都是如是流转人呢、啊。所以言妄显诸真，告诉你妄是让你知道真的，告诉你一切妄是让你明白真的，但是这个真就再也不是从妄分别的真了，妄中你就自然就知道真，但是这个真中让你去显得诸真当下，你要是堕在从妄中分别的种种真，那还不是真见真性。所以言妄显诸真，诸真就是从妄中能立的种种真，你明白那个诸真之时，那才是真正叫义真嘛，那才是真正的义真。所以你会剖析心性就是如此，这个义真它不需要用真用假用妄来分别名字的，但是它是真正的义真。但是现前时就有随缘的假跟好似从来非缘的真，所以立了真假。但将来要让你证得如是根本的义真，不讲那个义真，不拿这个真字来做譬喻，没有名字你也归不了家，你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思维。所以那叫义真。所以让你知道诸真处，是让你明白义真实。为什么能够知道诸真处是明白义真？是因为你都站在觉体体会了，觉体能显种种诸真呢、啊？随缘时在黑，随缘就有黑中的假缘，在黑当下似乎就有见黑的种种真性，在白就能照白的种种真性。随种种缘假之时都立种种真，但是你明白这种种真处，你将来就是回到这个义真中来。为什么你回义真中来？这不是讲学了，是因为你明白这种种真实，我才肯定你，你念念已然是在觉心中体会了，那个真心中体会。你绝对没有让你离开心性中修啊。所以光在这边上面讲，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其他佛经中常常讲的，过去你看到一切缘假时，那叫众生。但是众生起处你都知道，原来它就是种种诸真实了。你从此看的众生，你供养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供养的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也就是弥陀经讲的每当每当晨朝啊，各每当清淡各以衣革沉重鲜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而以前过去我们心里想，我们也从来没有供过佛，所以讲到经典，这个人曾经供养十万亿佛故，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佛故，你想完了，过去生中我什么时候供养，对吧？他怎么知道他有供养？你今生若是在每个念头，你都知道原来在念头当下叫众生相，叫随缘缘假，但是当前你就知道阎王显诸真嘛，当下我供养的就是能起真种种缘假的真心，种种诸真，你已经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为什么能够今天能够有如是的明白，有如是的道理，能够这样子去做观想，这样子去下手，这样子去修行？因为这个人过去生生世世都没有离开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故。那同样呢，你今天再不下手，你也供养不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你供养这些诸佛时是在哪里？在弥陀经中就叫做每当时时还归本处嘛。时时你看到这个供养时是在哪里供养的？是在决心的摄取上，决心的摄取，大觉的摄取上是时时。所以你要是明白大觉的摄取时，你看到大觉的摄取，你会知道那些诸佛。可是正在这些诸佛时，你就是明白这个摄取时。所以你明白这个摄取时，你就还归本位。那个本位在弥陀经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在一切经典就是告诉你，那叫毗卢遮那法身。所以毗卢遮那现前就是卢舍那，毗卢遮那是法身嘛，他现前叫报身，他能够起成一切报，对吧？只要有缘，那个缘起叫达，有达必报。所以他说千华台上卢舍那佛能现千卢舍那，那不就是诸佛吗？那是诸佛，这个千才能够现一切感觉，然后现出化佛，化佛再现出一切感受。你的决心都是这样的一步一步渐次成就的，你知道吗？你明白如是渐次之时，所以你就会在感受的最末梢，你马上供养什么？大佛顶首楞严。所以你才知道大佛顶首楞严经是这佛门多深的经典，岂是一些不懂的人妄谈是伪经不伪经？啊，他现在来谈伪经，难道过去中华民族五千年几千年文化，这么长久以来几千年来的佛教的祖师大德，他们有甚深禅定的都没看出来是伪经？哦，原来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宗都是傻子，今天突然蹦出一个名人，你发现伪经了？那叫大狂妄，那傻子生的还是傻子，知道吗？不会，你不会知道的。是现代人有多狂妄，是吧？对呀，《楞严经》呢是一部大经，我常常讲啊，一部《楞严》跟《华严》，啊，当然有办法楞起。这一生中啊，如果是没有读过，你要起大恐怖，你要起大惭愧啊。你就算读一次结一次文字的缘，都是你将来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道种啊。生死事大，大众好自参之。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